虽然已经离开了赛场，但29岁的何文娜仍然活跃在各项活动中。他也转型成为裁判员，以另一种身份重心回到了熟悉的蹦床赛场边。不少网友熟悉何文娜还是源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当时只有19岁的何文娜夺得蹦床金牌，被媒体封为最美奥运冠军。何文娜曾经与奥运冠军陈一冰有着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。2009年，何文娜甚至憧憬着自己能够22岁结婚，22岁做母亲。不过2011年初，何文娜和陈一冰的感情出现危机，陈一冰在微博上发声，猜测、怀疑、质问，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？我累了，真的太累了。同年7月份，何文娜通过微博直指陈一冰有了外遇，不怕鬼一样的前女友，就怕猪一样的小三友。何文娜表示，一名年轻女子在微博中晒出照片，照片的房间正是何文娜和陈一冰的住处。何文娜称自己认得照片里的背景，照片中的猫也是自己养的。最终两人分道扬镳。那一年何文娜22岁，如今陈一冰的事业风生水起，家庭幸福。29岁的何文娜仍然处于单身的状态，感情生活的搁置并不会影响何文娜的心情。何文娜常常在社交媒体晒出自己的动态，日前他又晒出了一组全新的写真照，这组写真照拍摄于海边，何文娜时而穿着牛仔服亮相，外套故意滑落，露出香肩。时而何文娜又穿着白色露空外套亮相，背部的两处纹身成为亮点。在接受采访时，何文娜曾经感慨，前两年还在想要找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嫁了，现在觉得随缘吧，不一定说非要把自己嫁出去，幸福就好。不管今后的感情生活如何，还是要祝福何文娜幸福就好。